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身上没有东西，我只是在想要把球。我要挂了，我挂了啊！妖术嘞！啊，不妙！你帮我捡一下，我过去帮忙。哎，我跨博，我跨博，我跨博。好，云月也死，云月也死了。好，有都捡回来了吗？捡了一点，捡的一点点。有的衣服也掉了。我去跟20 PK， 我去跟他近距离 PK， 我不管了，我要拿下他的头。分数拉很近，小心點。哎呦，那这是20哦，看错人。20下眼章，20下眼章，20下眼章，20下眼章。哎呀，可恶！哎呀，可惜。我还在，我还在，我还在。他快死了，5滴。你后面有巧克力，你后面巧克力，后面巧克力。我不管了，把20打死了。没有，没有。不是啊，抱歉，我身上拿着那个啊。哎哥，开开开开开开开！你们，我掩护你们，我掩护你们。我看不到，我看不到。我打不到，我打。哎哎，等一下，我现在是不是拿到宝石了？对，拿到，拿到就赶快走。好，我，哎呀，你怎么顶到头？怎么顶到头？方向。啊，不对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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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另外边，另外边，另外边。不对边，你不对边，你去左边的啦。你走错边了啦。啊，我在这边，我在这边，我在这边，好暗，我什么都看不到。你是走反了、啊，大哥。走反了，大哥。是这边吗？是你是间谍啦，你不是那边啦。不是，你刚说回头，回头，回头，回头。没有啦，被拿走了啦。哎呦，哎、欸，这不是我。不，没有，被拿走了。赢了，赢了，赢了。没有啦，输了。输了，输了，输了。哎、欸，刚刚有领钱吗？我看你们有领钱吗？没有哎、欸。我这边还有一组，可以试试看。假如这个能翻的话，就是很猛了。哦，汪汪，你在慌什么？不是因为我失灵了。哦，不然那个应该是别人的啦。哦，所以刚宝石不是在我身上是不是？没有，在对面没有。哦，在别人什么？啊，好痛！我是杀三三哥。啊？哎、欸，好可惜哟、哦。可惜，感觉难赢的。啊，最后没领到钱，钱太多了，该。嗯，你要捡出来无数多的。可惜。喝水。是在演电影呢。好可惜哟、哦。差点呢。哎、欸，最后失明太可惜了啦。看不到。我们原本第三天要拼一波，结果。一拳疯狂的失败，疯狂的巫术失败，巫术失败，失败，真是傻眼，太可怕了。然后最后原本也拿下一点优势，我在上面射，然后那个一拳就一直在迷路的感觉，我就一直在看他，就被你射下去就死了。你雷了一辈子没关系，拿了国王宝石你回家，你回家都死罪了，我拜托你。没捡到宝石，对啊，没捡到，关键被失明了，可恶。对啊，对，而且那时候我们就说赶快去诱惑他们，不要让他们去提款。真的，只要没提款就有希望了。他就剩最后的一次，只要赌到就真的很狂了，赌到就真的是反败了，真的，真的是演电影情节啊，好累哦，累死，巧克力，下次不要那么明显哦，不是一拳，没有，他现在这样的版本就是明显一点没差，就拼一波，就被抓走了，真的差一点把你炸死，想，只是我觉得你很聪明，因为你没有说，我就想说。你会不会真的没看到？就继续再等下一波机会。我太了解你了。从地底挖矿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在找机会，你知道吗？我就一直在，你没看到我一直挖得很那个吗？绕很远在挖吗？对啊，你一直回头看我啊，我就一直也装着没事。我想说你应该感觉怀疑我，没关系，慢慢来。我当时心脏扑通扑通跳，就想说要炸吗？要炸吗？还是在等，在等。所以我开场不是说我不想当国王，可怜的国王，真的。哎、欸，那炸一波回去，因为你死掉没有，就没有办法用书了，对吧、啊？所以赚到1000分就赚了。嗯，我的天，这个就完全没想到干嘛。下一场，不过真的是第一次这么团结。哦，真的哎，我们昨天那波好团结哦。
你知道小雨，我就是说看他很多钱，给我钱，给我钱，他不给我，投他，投他，二十五块，才给二十五，投死他，很好的，好不好？还给你二十五，都要被抓了，有给就不错了。我想说，哎、欸，虽然小雨跟一拳没有被判断，那一拳应该没差。先来看看小雨的状况。小雨，我本来想说第二天到底应该要，你知道第二天到底什么时候要弄呢？然后巧克力不小心就回来，就说啊，完蛋了，这个人回来就没什么好弄了，算了，再炸好了。直接炸了。欸、而且二零你好赶哦。啊？怎么着？你刚有一度冲来我们家、啊，差点死，你知道吗？我倒到不下去了。好猛！刚刚那场真的，二零的勇气也拯救我们。对啊，你们都在追二零，然后他成功脱逃，那拖延超久的时间。我刚刚就是吓爆啊！我们一直说二零你可以吗？你不行，我们就输了。你是我们的希望。没有躲最后的。二零抓尿中。怎么在抖啊？哎、欸，不过刚刚失明瞬间有人去跳岩浆自杀，是不是就会赢了？对，就可以付。嗯，可是你就得死一次。而且我说，谁拿到宝石，为什么往反方向走？对，原来是一拳呐、啊！哎、欸，因为当时我砍不到人，我真的以为我拿到宝石。好，我先让观众来。好，好。看来有些钱不能省。最后真的要把全部的钱领出来。然后去迷信一下，因为我已经迷过一波，想说我没有钱。可是你们钱都还蛮多的啊！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钱了、欸，努力在赚啊，没有那么快吧？我们在外面打很久哎、欸，那打过一次又迷过，你还记得吗？你说你没迷最后一波的时候，你身上已经零元了，那时候你身上还有一百多块钱。也不知道，就后面就看大家好两三百块，对啊，算给钱。嗯啊，放错了，刺激刺激，真的。你约可以再帮我上面放压力板吗？放压力板？对呀。压力板。充满恶意的跑酷，不对啊，这已经不算跑酷了，这只算走路而已。有我有直播吗？对啊，就只有我有直播、哦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剩我在 YT 直播。我也在 YT 直播啊、欸！你还没过去吗？我没有过去啊，我不打算签啊。哦，干嘛想不开？我没有想不开啊，只是我比较喜欢做影片。好的，好了，只是单纯比较喜欢做影片。可这样大家都看到了。对啊，先把剑士吸一吸啊！你们不找我直播，不要站太低，就不直播了。把剑士吸一吸，他们就会一直蹲下，把剑士抽走丢到地上，有吗？吸了，先把剑士都。嗯，哎、欸，我觉得来几个 bonus 好了。你说我们直接认识吗？不是啊，不是啊，我、哦、在里面放怪物弹哦，不是哦、啊、，TNT 会炸掉啊。怪物不是不会到时候不会消失吗？不要放怪物，啊、不要放怪物，那不要放怪物会累。这个怪物我记得不会消失、啊。嗯，好了，这样已经很好了。嗯，老人很好，帮你们放立体治疗监测在里面。你要不要把证据放回去？不然根本走不到最后吗？没有，就是帮他们放一点进去。走到某几格的时候会回血吗？对对对对走了，拜拜。治疗药水，拜拜拜拜拜拜。用伤害剑士会死人啊，没穿装备。对啊，对啊，只是走前几个就死了。剑士已经很考验了，他们。台下马上会出来吗？对啊，对啊，他们应该也走不到这边吧？啊，我走走看。到五的伤害、欸，好可怕哦！对啊，不是你要放就放，要有要坚持才行。啊，我忘记我可以试。你是创造，我可以试玩一波。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看。好。啊！看直接就下去了。啊！下去了。哦，有可以走到中间。哦，第一步飞了啊！挑战第二次，第二次用潜行试试看好了。哎、欸，二零，
不行，潜行不行，会被往后击退啊！哇，这什么天女散花？等一下我改一下好了。他那剑士也太酷了吧！哎、欸，乱开神器压力板！哎、欸、哎，一下啊！哎、欸欸，我以为我可以，有白名单。List 哦，等一下哈。哼、嗯，还有一招哎、欸，虚晃啊，虚不疼没有用。虚晃一招，有哦哦哦！直接破解，为了不让他们看到你下去吧，你下去吧，他们要来了，他们要来了。喂喂喂！哎，小雨你很坏、欸，你不让他们潜行。哎、欸，他们会弹上去吧？有机会弹上去。哦，这也好恐怖哦。哎、对对对，你做了什么？你这个魔女。我没有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小雨做的是对，这样不会掉下去。哇，魔女。我只有这样。这样他们就弹不下去了。哇，掉下去了。不要，我只封一边而已。还有一边会掉下去。哦、没有没有，小雨我们会错意了。你要叫他们把他潜行啊。哇，又掉下去了。好玩、哦欸、好好玩、哦。那个是不是那个啊 ？Building Game 那个 ？Building Game。你说新的那一张、啊？那个什么什么力的，对啊。其实我们不太清楚，比如另外一个好像是作者是谁啊？是啦，就是我们第一张的那个啊。哦，第一张啊，就那个可以换场地的，可以换场地。那刚才讲说那第一张怪怪的，我跟他讲、啊，他们是不是有点耐射啊？治疗剑士，帮忙弹，因为治疗剑士啊，我有放。你有放很多吗？我、哦、看好几个都几乎满血走过去、欸，哎，我只有放一点点、欸，哎，对啊，厉害，就隔几个因为正面强害的、啊，有抗性呐、啊，啊，有抗性，嗯，对啊，又有抗性又有宝石啊，所以很快就回来了。不要为难作者，把抗性拿掉 ，OK？ 没有，其实这个墙不需要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们如果蹲下的话，我们就过去挤他就好了。就直接把他打下去，你这个犯规打下去，啊、犯规抓到。你看这石头人，挤他。你犯规哦，你下去。犯规。你犯规，你下去。犯规抓到。呼呼。哎、欸，你创造哎、欸。帮他们踩箭矢啊！帮他们踩箭矢超坏的。这么窝心啊，帮忙踩箭矢啊！还照直接这样子啊？有啊有啊，我正在拿剑士。哎呦，我们好像好久没有玩中间大陆喽。对啊，你要玩吗？我刚刚都没玩啊。对啊。啊，射到人了，抱歉。哇！不小心射到人了。真的射到人了。你果然还是魔女啊！抱歉。耶耶。啊是啊，我们没有，我们要玩平原，因为我想到了上次有想要玩一个，玩什么？玩什么？自然回血关闭。自然回血哦，我们一直都没有玩过这个啊。Hardcore 的模式啊、哦，不对，不是不回血 UHC 模式 ，UHC 模式，这样真的不能乱说。哎、欸，那这样国王一开始不是没有用的吗？没有用啊，国王一开始可以吃金苹果，慢慢的把血冲回来。国王也太惨，好奢侈的感觉，感觉国王很危险哎、欸。对，没有，国王是作者啊，明明有这个 UHC 模式，为什么国王一开始没有回复效果呢？还是可以国王发一个治疗药水啊？对哈，对啊，对啊，就国王好强哦，回复时间就可以了。强，哎呦，猫弟好强哦，差一点点。你以为没有人在玩吗？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就来玩 UHC 模式啊！就是踩一下，停一下，踩一下，停一下。没有，其实是故意的，是吗？有在偷懒哦。国王刚刚那么卑微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玩自选国王，你当国王。自选国王，你是国王，不要不要。自选国王，你是国王。哎呦，好像有人看到隐藏通道了。嗯，有吗？有。我刚刚看他回头一下。哇、哦，这个石头来！让他们来，让他们来，让他们来。这石头来了，哦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哎呀，你看没选，里面那个画面看起来好可怜。Oh. 哇，全部缠住，缠住超可怜的，满满的蜘蛛、啊。哎呀，密集恐惧症。没有，重点是外面那个是平常的。哎、欸，我是不是看到血小板？他们就算在里面，他们也跳不出来，因为没办法跳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看到有一个血小板在里面。
好，好了，都选好了。选好了，选好了。好，这個、一开始的基础平原，好不好？很 peace。好 ，UHC 模式。好哦，听起来一点都不 peace。怕的 UHC， 我不要过。不回血，也不是我。小雨是国王，小雨是国王。好羡慕小雨写好多、哦，也写少。少好多、哦，上次也是我。为什么你有五块钱了？哎、欸，你有五块钱？为什么五块钱？我你有五块钱呢？把新开场五块钱。哎、欸，快快快，我们赢在起跑点。急你急你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五块钱？为什么开场五块？我们赢在起跑点。赢在起跑点啊！是赢在起跑点上，没错。可是为什么你有那个富爸爸？啊、什么啦？我也想。